国情天心顺，官清民就安，妾贤夫妇孝，祝好夫妻欢。来在到山东先机报警，但是为什么一归是中间坐立不安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真是不放心，既然离开府上来外面。事情甲看开啦，参见张大人。哈、啊，你好。现在已经落大雨，大家汹汹伫要出溪水。是啦，拢是大人，大人，你稳定，伊那里叫这个水。哎，刚来，实在真好，真好。总理啦，虽然今仔日落雨，啊，这个地拢浇不去，也啦，建筑爱偌久的时间？哦，迄布丁啊啦，种完未啦，上少都爱几啊个月，才有法度通收成。啊，即摆吼要等几啊个月，我看看大家拢差不多啦，大家才勉强扛不破啊。嗯，安尼好。这次才要来救灾，都爱惊闻上北京，大清国天主回答圣旨，安尼我才会使来救灾啦。暂时西门到京都来回时间这么长，增加百姓来死亡，对。人讲救人是自救会，我办事是照旧，打开到这个城口，总理啊，哇，好多大钱大钱，我来打开城口，有人，白米装来分配，就为老百姓来吃。就继续来做着咱农民啊！凡想来想去，回乡听到百姓讲你这种的代志，有人听，人人欢喜的爱情。是讲要来跟你参详。我这上做的哈。帮团来准备一个刀枪剑戟，法度和这个武器军事，也要来交代给当代人。这武器将就来控制到你这个干部上，看的所在的仓库，万一三关吃破，这个烦恼最亏。拿来起兵，你这个山东过来攻击，山东无香，老这个兵器过这个少年军呢，会来退掉到这个烦恼。也来保存到咱山东万无一失，那是刀枪剑戟。当大人对我讲，就是你来保护山东的。